斌哥好，你好啊，哎，两位好啊，我叫你伟仔得唔得啊？得啦，阿王啊，呢个世纪访问咧要投暗标，争住要访问啊！我拍紧戏咧，我话喂唔得啊，剧组嗰边你紧啲褪俾我，我要嚟做呢个访问，因为我好兴奋。兴奋嘅原因就系当然你哋两位啦，同埋呢个戏啦，系一个完全全新嘅观影嚟嘅，好劲。咁啊，你唔好令到翁子光咁骄傲先啦吓，揾下两位先，两位演员，电视台一别几多年话，几耐冇合作？我同 Alan 系唔知翁子光俾过一条片，话原来我哋做一齐合作过，都唔记得，因为一日啊嘛，咁你几十年前嘅一日，边度记得啊？都市方程式。嘅一場戲，一場係佢做體育老師，鬼仔做體育老師，咁就記得客串一日，就叫做結過緣咁樣啦。係啊，係咁就幾十年。係啊，好啦，而家去到呢個地步，你哋嗱今日鄭欣瑞有個戲，喂鬼仔啊，熟啫，但係喂阿王啊，有個戲，咁你會係你哋講嚟聽下，定係你俾個劇本我睇下，定係邊個導演啊，咩人啊，對曬邊？你哋會最重要係邊一位㗎，鬼仔？我通常都要。感覺呢個人我可唔可以信任？同埋我睇下個大家個感覺係點啊？大家傾偈起上嚟，我呢個我最近成日都係咁嘅，即係我唔理你個古仔係咩，有時有啲就好神秘添啦，簡直係唔可以話俾你聽個古仔係咩啦。咁我就話唔去啦。咁大家整一個 net meeting 又好，大家見面傾下偈好。我想感覺下呢個人係點。如果我有一個好好嘅感受嘅咧，直覺上，咁我就覺得係可以做啦。哦，咁樣嘅。無論係咩題材，因為我一定要相信嗰個導演先。係，好嗱，咁啊，呢個就係阿偉仔嘅直覺，即係咁樣嘅。阿王咧，工作模式上面，我覺得係會公司會收咗一啲劇本先啦，因為唔會直接俾我。咁公司收嘅劇本，小美可能會先過濾咗一陣。變咗對於我再接收到個劇本嘅時候，就可能會再慳咗層功夫啦。因為你有時如果睇一大堆嘅劇本，你會好辛苦，你會唔知邊個你可能揾混淆。咁如果小美佢有時間就係去專係處理依樣嘢，再抌個劇本俾我睇。咁我相信，我會相信小美嘅佢揀劇本嘅能力嘅。OK。咁然之後就到我再睇嘅時候，我就會再睇一陣。然之後我覺得有啲咩問題，我會提出嚟話翻俾小美聽。跟住然之後，你首先有冇興趣啦？由劇本上面有冇引發到我嘅興趣？同埋我希望我拍嘅電影。個角色唔好重複自己以往做過嘅大前提，因為我比較人可能係比較屬於一種成日想突破自己，成日想揾一啲唔同嘅一個演出嘅一個方法或者一個角色去俾自己去挑戰。我中意做呢一樣嘢，挑戰咯。淨係一開宗呢一個答案，兩位咧其實都已經引申咗好多個問題出嚟啦。咁我就問啦，翁子光。咁你有冇你點樣同佢見面咧？即係我記得嗰陣時我喺上海拍緊戲嘅，咁佢就揸住個劇本嚟上海揾我啦。哇！即係咁誠意嘅。係啊，咁食個晏咁，咁跟住攞咗個劇本，我唔記得有睇定冇睇。咁跟住我話你可唔可以俾你上一套戲我睇下？你上一套拍嘅戲。咁因為人啊見過啦，傾過偈啦，咁我睇下你上一套戲係咩？咁睇完佢上一套戲，我好中意喎，即係《踏雪尋梅》。我看完之後我就哇都幾正喎。咁其實最主要都係因為同佢見過面，又睇佢上一部作品，覺得好中意，咁覺得咦，不如大家拍一套戲啦。咁即係呢個訪問好啊！即係邊個以後咧，即係想揾演員，即係揾呢啲咁嘅 level 嘅演員咧，但係知道佢嘅性格，佢個品，佢要點樣樣去啊？你點樣去 approach 佢？嗱，偉仔就係咁啊！但係你同翁子光合作過㗎啦，合作過係咯。咁踏雪尋梅咧，正正就踏雪尋梅幾好喎，睇部戲。係。咁我同子光拍踏雪尋梅，其實再早好，即係未拍踏雪尋梅之前，其實已經醖釀咗三年時間。當陣時佢係遇到好多問題嘅存在啊，資金啊各樣嘢啊，其實有挫折嘅一個導演嚟。咁我相信偉仔都唔會睇錯人啦。得啊，掂啊，咁啊，即係一個喺偉仔嘅份量裏邊，你都知道佢認為翁子光。佢係有呢一個特質喺裏邊，絕對係可以合作嘅。咁當然我同子光合作完之後，更加有默契啦。咁佢跟住佢籌備《風再起時》嘅時候就話：
佢叫我演呂樂呢個角色，咁同埋偉仔啦，咁我覺得一個好開心嘅一個即係組合嚟嘅。好啦，知道係對方啦，咦兩個大家有得困下咯喎，即係一個咩嘅心態去？咦，我知道嗰個叫郭富城，我對手，因為成個戲又對好多對手嚇，冚到眼鏡甩埋係咪？對我嚟講，今次呢部電影真正喺電影裏邊合作嘅時候，其實我係一直都好欣賞偉仔，因為因為之前擺好多時間喺舞蹈上面啦，咁但係當我真正去演戲嘅時候，你就會多去不斷去睇一啲優秀嘅作品、優秀嘅演員嘅特質喺邊度啦。咁偉仔當然我覺得係。尤其是《無間道》啊，佢我都係最喜歡嘅一個電影。當然後邊仲有好多一代宗師嘅個人嘢，我都有每部電影其實基本上我都會有睇，因為真係中意佢。咁到你真係同佢合作嘅時間裏邊，當然我覺得要自己做好準備先啦。因為一個咁優秀嘅演員，咁自己一定要做好充分嘅準備。同我其實一直拍戲嘅心態都一樣，冇改變。可能另外一個改變就係偉仔係攞得最多影帝嘅一個好演員，會點咧？即係我好期待嘅。期待咁，但係當我真係同偉仔合作，我到現場睇到偉仔，大家咁耐冇見，咁真係去到一個劇，對一個角色，大家對呢部電影嘅期待或者嘅準備功夫，咁我睇到即係偉仔的而且確就係我腦裏邊諗嗰個梁朝偉係一樣。如果你問我即係香港，即係喺香港嘅演員裏邊由細睇到大，即係當然唔係偉仔唔係啦，發哥啦，咁我同發哥合作過。咁同偉仔合作，大家都唔一樣。但係我覺得唯一一樣嘅特質就係大家都咁有魅力，都係做好曬準備功夫喺現場。咁變咗你喺個交流上面就好舒服。同優秀嘅演員合作，令到你自己都優秀。我覺得係。我又冇咩特別嘅心理調整喎，因為我一向以來我都會覺得拍戲係一個 teamwork 嚟嘅。我從來都唔 buy 嗰樣嘢咧，係大家要咩鬥氣啊！我唔覺得係咁喎，我應該係大家一齊跳一隻舞喎，即係我唔會踩到你，你又唔會踩到我，但係大家要配合，嗰種配合就要大家都係喺現場係平等嘅，即係我喺現場我成日都話我冇 ego 嘅，即係你如果你覺得我邊度唔好，你直接講俾我聽就得㗎啦。喺現場唔應該有 ego 嘅，現場只不過係大家一齊同心合力將呢樣嘢做到最好。我覺得大家入到去就係一樣啦，大家我你做翻你嗰陣，我做翻大家平等，然後大家去盡自己最大努力去將佢做好。如果你有咩唔掂咧，就我幫你；我有咩唔掂咧，就你幫我。應該係咁樣嘅。咁所以我拍任何人都冇咩唔需要咩心理調整啊。去到咁大家一齊做。藍光磊落呢兩個都係一個我哋知道實實在在嘅人物嚟嘅。而家你哋要去演繹一個實實在在嘅人物，但係要戲劇加工到二次創作咁樣，係。好有趣啊！係難啦，係挑戰，係點樣樣啊？比較大家會係有既定印象嘅，就應該係劉德華演過嘅呂樂咯。咁但係因為喺翁子光手筆，佢嘅創作、佢嘅劇本、佢拍攝嘅手法，就會令到成件事係唔一樣。我覺得係要跟住個劇本行，跟住子光佢嘅心態，演員其實就係要配合導演想要嘅嘢，唔啱即刻調整。咁同埋今次我覺得係特別嘅地方係好年輕嘅。呂樂開始演到佢真係差唔多七八十歲，我由十八九歲，即係當然我唔盡量啦，因為之前仲有人去做我天佑做我年輕過我啦。咁我係差唔多二十歲出頭嘅時候一路演到八十歲，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㗎啦。咁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好多難忘嘅經歷喺呢部電影裏邊。我覺得最有趣，藍光你覺得最有趣就係佢攞咗個原型人物。但你又唔使跟個原型人物嘅，你可以第二次創作。我覺得藍光呢個人可能係好屬於當時香港社會裏面某一群人嘅，即係知識分子，受西方教育，跟住培養出嚟做精英嘅，即係佢又女落地啦，基層嗰啲啊，係啊，基層。啊，我覺得咁樣又都好得意嘅喎。咁中間我又發覺我自己有好多嘢同。藍光好相似，因為細個又係單親家庭，又係接受西方教育，同我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咁我又放咗，可能又因為咁嘅原因，中間因為佢哋中間一路拍，就成日都改。咁可能翁子光又佢又會好，即係佢觀察，佢喺現場都會觀察演員嘅。佢會根據你嘅性格咧，佢又啊喺度改下改下，啊整到嗰件事咧就好得意。我初初都唔知道點解我要彈琴。
咁後屘諗下，原來可能呢個角色彈琴就係佢唯一可以抒發到自己嘅裏面心情，因為佢一世人就係為咗阿爸啫。我諗當差都係阿爸叫佢做嘅，即係覺得我、哦、原來係咁，所以佢要彈琴。即係佢太多嘢都收埋收埋 ，even 中意蔡珍，但係蔡珍就原來中意郭富城。好嘅浪漫嘅，即係好浪漫，好好，我覺得好拍咗一個浪漫嘅一個工作，得意咯！即係唔單止係一個史詩式嘅電影，跨度好大，而且每一個人物佢嗰個描寫都好深啊，好深，好深入。你哋覺得即係兩個人困嘅戲入邊，你哋最自己覺得最爽嘅係一場咩戲咧？有冇？一巴打落去啊！打埋之後咁，其實我有壓力嘅，因為拍攝嗰場戲其實係導演用咗一個好特別嘅手法，就係喺房一個鏡頭裏邊一路入嚟，一路影住大家人每一個角色嘅反應嘅對白，然之後到最後到偉仔離開走咁樣，係一個 shot 落嗰場戲，我覺得好刺激咯，係因為我未試過係咁樣導演要求咁樣做，幾難忘。我又冇咩特別覺得邊場特別爽，但我就覺得成個戲拍落嚟就都幾享受，享受啊，係、哦、享受。喺戲入邊咧，頭先講啦，即係我仍係嚇一個鏡頭落見到偉仔，哇！偉仔識彈琴喎、啊。通常我哋都係偷拍偷嘅啫嘛，係咪揾只替手？係啊，講嚟聽下先，一個彈琴，一個跳舞，點樣？即係喺個戲入邊係發生緊咩事咧？咁咪死練死練咯，死練咗幾耐？好耐啊！咁又開拍之前，話得兩個月啫喎，兩個月，跟住仲要練三隻歌。咁其中有一隻我同郭富城一齊嗰隻係一隻 jazz 嚟嘅。係。咁你真係好快啊嘛 ，jazz！ 哇，跟住日日練八個鐘咁樣練咯，自己喺屋企。即係去老師嗰度一個禮拜，可能去兩日，跟住自己喺屋企就係咁練，係咁練，冇辦法㗎。呢啲一定係工多藝熟嘅，咁啊其實都唔夠㗎。咁我咪叫佢，我喺現場，即係喺譬如我哋喺廣州拍，咁你唔該喺我酒店都整過嗰啲咁啊琴啦，好似一定要日日撳啊，咁咪咁咯，即係要撳咯。呢啲真係冇得捷徑，冇啊冇啊。完全冇捷徑。呢個話知你係邊位？係啊，係咪？咁你要做一，因為一個鏡頭落，你就要做到呢件事。係啊，呢啲咪演員，呢啲咪演員。好啦，假興就熟啦，算唔算係假興就熟啊？跳舞應該講啊係，但係好靚啊！我想講你，即係你同阿老婆阿春夏嗰、那個，即係嗰個好靚。嗰一場戲我覺得最難忘，應該就係亦都係偉仔彈琴，我就要喺。或者現場彈琴，我就要跟住佢嘅音樂嘅節奏去跳舞。TikTok 舞導演喺嗰一場戲想安排嗰個年代，點樣去追啊蔡追啊追我老婆蔡珍嚇蔡珍。咁 TikTok 舞我1994年嘅時間裏邊去苦練過嘅，因為當陣時做演唱會，我哋請咗個日本老師，咁就已經學咗啲基本嘅步伐，但係去到。隔了咁多年啦，咁其實都唔係話成日會跳 TikTok 舞，咁但係呢一個電影裏邊就係要呈現呢一樣嘢，咁真係苦練咯，又係，咁我哋請咗我哋香港嘅一個 TikTok 舞老師，咁佢都好資深嘅，都知道我會學過，但係因為要跟住呢一個節奏要有啲改動啦，咁又不斷去改咗好多次，咁我哋都練咗好耐，咁啊喺現場同偉仔夾咯咁樣。當然好詫異啦，偉仔要喺度真係要，同埋我覺得偉仔好叻咯，真係。係。頭先都講咗話係苦練。唔係啊，人人都得嘅，即係練就得㗎啦。即係，同埋真係要去，你知道係真係苦練啊，好辛苦噶。即係我成日聽你哋咁講咧，即係導演係不斷鞭策你哋，有冇反過面㗎？即係有冇？哇！真係太辛苦啦，楊子光，有冇㗎？我練琴嗰時候有㗎，我久唔久就會。發啲 message 去，我想跳樓啊！咁佢點樣覆你啊？冇事冇事，你屋企得三層啫嘛，冇事。點解佢要俾個眼鏡你咧？嗱，我見到佢就去到後期個大肚啊，大肚腩啊，即係佢造型啊等等，係一個咩原因？我覺得演員好多時候都係靠少少
小道具啊，或者係服裝啊，咁嚟令自己容易啲投入去，或者令自己容易啲相信自己係嗰個角色嘅。咁呢個可能係佢其中一個諗法啦。即係我以前都曾經有好多呢啲咁嘅經驗。即係我覺得佢當時嘅諗法可能就係想俾啲嘢我，令我快啲投入，容易啲入信我自己係一個咁嘅人。好啦，咁啊幾個月之後拍完啦，係咪？咁啊，然之後亦都大家睇過睇個先個製成品啦。兩位點樣互相評價下對方？唉，終於合作咗啦！偉仔就係、是、我覺得就係一個天生嘅演員，好有魅力嘅演員，同埋我覺得佢喺裏邊講嘅對白係好有說服力嘅。同埋喺裏邊，因為你講一啲咧係嗰陣時講一啲好政即係政治嘢嘅咁樣咧，即係我覺得呢、這、一個。對住一班流羅咁樣啦，出邊嗰啲人啦，飛仔啊，我覺得叫做飛仔咁樣。然之後，但係佢要講一樣嘢去 convince 嗰啲人嘅時候，好有力量，但係唔係用力去講，而係嗰把聲線裏邊用個心去講嗰對。我覺得呢樣嘢係我好一直都好欣賞偉仔呢樣嘢，同埋真係好有魅力咯。經過今次嘅合作，我真係好欣賞 Aaron 嗰啲工作態度咯。同埋喺今次嘅表演，我覺得個跨度咁大，同埋有咁多個階段，我覺得完全 handle 到啊！即係好有自己睇法。即係你有陣時拍戲，你好希望對手係咁噶嘛？即係唔好嚟到先至喺度諗下陣間點啊！即係你唔係你有種諗法嘅咩？即係或者你應該準備好，因為大家都 ready， 因為嚟到係拍噶啦嘛。即係唔係嚟大家嚟 rehearsal？ 咁我覺得我好欣賞 Aaron 係真係好認真、好投入。題外話啦，亦即係頭先我啱啱你未到嘅時候，我同阿偉仔傾偈嘅時候，我話喂佢冇變喎，你嗰啲更加唔係啦，唔使冇你大家都冇變啊。咁呢個就係好，我就想去下，因為我你知道我而家做緊一個健康節目啦，係咪？蛋咁啊，所以我都想喺即係最後講下，即係你哋係點樣養生㗎 ？Keep fit 點樣 keep fit 㗎？你做唔做運動㗎？我做㗎，我最初做運動係因為喺電視台拍戲嗰陣時咧，因為嗰時每日要工作差唔多平均18小時啦，每日瞓幾小時，咁一日要拍好多戲嘅。咁嗰時我就會發覺體能原來好重要，即係對一個演員。有陣時你拍啲戲好大上大落嗰啲，你一日要做咁，要應付幾個月咁樣嘅工作量。咁我嗰時開始就做啲簡單嘅運動啦。咁做下做下，後屘就做完電視台，咁我習慣咗啦，即係。拍戲為咗拍戲，我一定會 keep 住做運動。後來就開始玩啲其他嘅運動咯。咁我就習慣咗好中意運動，同埋運動對我嚟講係一個放鬆嚟嘅。我個腦嗰陣時唔使諗嘢啊嘛，我淨係做嗰樣嘢。即係或者譬如你打乒乓波又好，我玩帆船又滑雪又好，衝浪又好，同埋我更加而家特別中意同大自然互動嘅運動，因為每日都唔一樣。咁我覺得好有趣，同埋對我嚟講係可能都係一種 meditation 嚟嘅，即係嗰個心理嗰個放鬆。因為你冇可能打乒乓波時候你諗第啲嘢啊，諗第啲嘢打唔到個波，帆船都係咯，你好忙噶喎。飲食方面咧，即係飲食我有冇話我唔食嘢嘅？唔係或者我係因為拍戲我自己。由細到大腸胃都好差嘅，好容易食物中毒嘅。咁所以我拍戲咧，我基本上我淨係食荞麦面，同或者霎啲菜啦，同埋我翻到咧就淨係食沙律嘅啫。哦，我咪淨係食呢啲嘅啫。咁我就確保自己咧永遠咧都飽，但係你又唔會好滯，因為好憎拍緊戲嗰陣時咧好飽，跟住你又想瞓，又唔係好想做嘢。咁同埋咧，我可以確保自己肯定唔會肚痛啊，咩出咩問題，因為你。個肚有幾唔舒服，人哋唔知嘅，佢就係覺得你喺度扮嘢，就唔想拍，咁我就唔想呢啲情形出現啦。所以我可能我工作習慣咗係咁咧。譬如我一年拍戲咧，我真係一年都係咁嘅啫。荞麦面、菜、沙律，食啲就係咁嘅啫。即係久唔久，有時有啲同事或者啊一齊食飯，今日食啲第啲嘢咯，食啲肉咯。咁但我平時就好簡單嘅。你係咪㗎？咁你哋食嘢咪好簡單招呼你哋咯，即係叫劇組。我係除非我上台表演啦，即係做演唱會嘅時候裏邊，一定要 keep 到最 fit 啦。因為上舞台嘅時候，你講緊你嘅能量，咁變咗我有個教練一路都 keep 住睇住 mon 住你，
你食嘢嘅份量嗰樣嘢，咁變咗我就好放心交咗俾佢，俾個餐單我食。同埋我好中意好 enjoy 即係上舞台表演嘅，因為一到上舞台做大型嘅演唱會，就係我人生裏面最 fit 嘅時候。咪先，我要你頭先咁講啦，我記記有一個鏡頭啦，專登頂個肚腩出嚟俾人睇。因為電影啊嘛，電影因為喺戲裏邊，子康有好嘢，唔係子康佢一定要係要呈現出呂樂去到嗰個年代，然之後做一做探長之後，已經咁多錢，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個人都會有少少暴發户感覺。咁特要喺嗰個凝聚咗嗰一 part， 你要特登突個肚腩出嚟。咁呢啲都係正常嘅，電影需要嘅時候，我都願意咁做。咁但係即係你自己私人其實都我食嘢，我中意食嘢嘅。老實講，我真係好中意食嘢。但係我又為咗我工作，因為我覺得應該係為咗我工作，又係要想隨時要上舞台啦。因為我個腦裏邊，我個老師俾我一個好大嘅強烈嘅信念，就係話：如果你係一個歌手，你要記住你無時無刻都要準備上歌、上舞台表演。咁所以變咗我就有咁嘅心，一路都好似。日日都好似有個鬧鐘一響就記住，一起身就有嘅哦。你要無時無刻，你要記住，都有一句説話喺我腦裏邊，咁變咗我係自動自覺。就算我幾忙，我都會做運動。我情願係瞓少啲，但我都會做運動。嗰種人嚟嘅。咁食嘢嘅節制就係冇辦法啦。我真係中意食嘢，咁所以好彩我有運動，所以就冇乜咁容易覺得我好容易食肥咗咁咯。咁同埋我而家多咗一樣嘢，頭先同偉仔傾嘅，我話我中意咗書法咯。係可以同，即係我偉仔都講啦，其實就等於就係 meditation。嗯，即係我好 enjoy 呢一樣嘢啊！即係而家我屋企咧，即係唔係話真係好大間，但係我會將我食飯張台已經變成我寫書法嘅台。食飯就可能喺側邊一張 side table 就咁食，真係好大鑊。咁但係就已經霸佔咗我張台。但係我當我寫嘅時間裏邊，我將一個可能係將我自己一啲好想表現的一種創作。就靠毛筆的字和紙之間去呈現出嚟，尤其是我寫啲作品送俾朋友嘅時候咧，寫到一張好中意咯，好滿足，好快樂。同埋你寫嘅時間裏邊真係忘我境界，同埋啲時間過得好快。我而家係做緊呢一樣嘢，咁呢個係一個可能係慢活啊，所謂嘅慢活。慢活就係唔好每一樣嘢都要好衝勁，要做嘅要衝勁嘅時候，我就去做。但係當你休息嘅時間裏邊。就好似偉仔咧，揾啲自己中意嘅嘢啦。咁我又會做一啲咁樣，我覺得好養生咯，係好正好正嘅。我哋兩位演員咧，即係其實都去到一個就係、是，即係佢哋喺幕前已完全可以發揮到，然之後去到幕後嘅時候咧，即係作為一個就咁一個普通人，佢哋即係知道自己應該點樣樣去，即係令到自己可以活得開心啲 positive 一啲，然之後再可以下一次又。繼續展現你哋喺演藝上面嘅，即係嗰種嗰份嘅精彩。今日好多謝兩位嚇，即係喺呢個《風再起時》入邊，即係俾一個咁精彩嘅演出我哋。OK， 亦都好多謝你們接受我嚇今次一個世紀嘅訪問，多謝曬。多謝你啊，真啊，大哥，多謝。